爱从来就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说出口的。那什么样才能算爱呢？爱就是超越一切的存在。我们的一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但只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的话，大概真的还会无限的可能。我也许并不特别，但你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无论是我的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想跟你一起分享。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愿意和你分享我的快乐，我人生的每一段，我希望你也能够一样。以前我总觉得一个人其实没什么不好的，但是有你之后呢，这个想法就发生了变化。是你把我养成这个坏习惯，所以你要对我负责，不准不喜欢我，不准讨厌我。不会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。